为了协助产业、企业跟劳工因应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影响，经济部参考美国、韩国、日本等国家的做法，研拟本条例，不只透过编列基金方式确保调整支援措施的裁员，更让受损企业或劳工可以主动申请补助或协助，同时也将透过单一窗口的设置，协助企业取得并善用贸易自由化相关的资讯。本条例有助于强化各界对我国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信心，并作为产业、企业、劳工因应贸易自由化冲击的后盾，请经济部积极跟立法院朝野党团协调沟通，早日完成立法程序。